先跟大家说，它是走一个有点像小风衣外套式的衬衫。这个袋子是送给你的，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你也可以就是把它抽掉。你想要当开襟外套的话，你可以帮我放在后面这样，然后绑起来，这样子也可以。它是软料牛仔的衬衫面料，所以呢非常非常的软跟薄。那这整件呢，它是做落肩的，所以呢到 L 号的粉丝你也是可以很轻松的驾驭，而且长度很棒，它其实就正常一长，然后它算是有点就是算半 oversize 的夹扣，所以呢即便是就是比较肉肉粉丝啊拉上来或是这边都不会过于卡。然后呢袖长呢就是我最喜欢的袖长，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在戒指之上。然后袖口来看一下，它不会很小，因为有的很小都拉不上去。它这个懒啊其实跟我们的一般的牛仔裤的懒不太一样，我们最近都喜欢选中的亮懒，所以我觉得穿起来就是脖子啊各方面的条件都会非常好。